各位，瞧见那缠着造化红炉的根系了吗？这下好极了。偶尔也该认真一下，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知道我是神，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万千川，警惕起来。龟子棒就是用来打破的。看什么看？多了，这你再打，这不许跑！哎，咯哒哒，坏不了的。准备打针了。赶上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能有眼色吗？偶尔也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速战速决吧。乱天砖，龟子棒就是用来打破的。知道我是神，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挺能打的嘛，嘿，快，孩子们，睡吧。你再打，哎呀，准备打针了。快点的，要开始了。不痒。哎呀！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，送给你。嘿，结果了！哇，好大的桃子啊！快，有点想摘一个尝尝。三月，没别的意思，话在那打烂了。看什么看？哎呀！算你们运气不好。嘿，准备打针了，吃药了。真有眼色嘛！不许跑！三，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是赶上了，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很有眼色嘛！感恩戴德吧，有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睡吧。不许跑！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。速战速决吧。
是神，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，管子川。不许跑！看来是感伤，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哭了。龟子棒就是用来打破的。